就是不锈钢板上焊一个螺丝，看一下这个焊点都是白白亮亮的，焊完以后也不用打磨框框处理了。这是不锈钢的方管，我们冷焊机满焊一圈的效果，焊点白亮。这个黑点是客户用氩弧焊焊接的，看一下厚度，非常的薄。这是0.2的不锈钢焊接后的一个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，非常的薄。这是不锈钢方管焊接后的一个效果，焊点白亮。看一下这一面，银白色的鱼鳞状，免抛光。焊接完以后不会破坏芯层。